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11课第二个句型，有关于传说、传闻的一个句型。那一讲到传说跟传闻，我们最常看到的动词呢，有这几个动词，包含 say、believe、report、know、proof 跟 rumor 这几个字。那它会有几个句型的转换。我们最常看到是第一个，算主动的句型，people say that。People said that 后面呢加上子句的概念，OK，有人说，据说，传闻。那这里的动词 say 可以变成 believe，report，OK，rumor 等等之类的，这种主动的概念。那当然呢，它可以变成一个虚主词的概念哦，会变成 it is，因为虚主词，然后呢后面的动词变成一个被动的概念，it is said，believe。Rumor that 后面再讲子句，OK，这是第二个句型，也是据说传闻，OK，一个是虚主词，真主词是后面的 that 加上子句。那第三种句型是把 that 后面的子句的主词，OK，我们要表强调，OK，这个表强调会呢把它拉到前面来，就变成主词 is said believed。Rumored that, okay, rumored to, okay, 然后后面呢可以加上原形动词的概念。那 to 的后面加上原形动词，其实它还有几种变化。那我们等一下呢，再用几个句子，我们来做个练习，OK，来说明。那我们先来看到是我们第一个例子，People say that Mr. Lin has $12。所以据说啊，Smith 先生他一共有12个女儿。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可以怎么改写？可以用是虚主词概念，会变成 It is said that Mr. Smith has 12 daughters。OK，这是第一句。那当然，第二句可以变成主词强调的概念，所以把 Mr. Smith 怎么样？可以把它给往前移，OK，变成主词强调，所以 Mr. Smith。Is say to 主动词 to have 原形动词哦，所以 have 12 daughter 好 daughters 好，这是第二句的改写。那我们再练习一个，People say that Paris is a beautiful city。据说啊，人们说啊，巴黎呢是最漂亮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一句话呢，可以改用虚主词来改写，可以怎么改？It is 助理的动词。Believe is believe that 后面加上子句，Paris is a beautiful city。好，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呢，我们就把 that 后面的主词，OK，表强调，OK，把它移到前面，就变成 Paris is。Believed to 动词 to 怎么样？To be a beautiful city。OK，好，所以呢，据说、传说，OK，一共有3次句型。那我们说，先面前所看到的呢，that 后面所加都是一个现在式的句子哦。但是现在呢，如果 that 后面的子句，OK，它的动作比主要子句。那个 believe 那个 say 还要早发生的时候，OK，那动作还要早发生的时候，这时候很特别是它的后面呢变成主词强调，必须要用的是不定词加上 have 加 PP，OK，变成主词 have 加 PP。所以呢，刚刚的上面的句子，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如果 that 后面所加的句子，OK，这个句子的动作，OK。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作，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呢，而这个动作它比 said believe 还要早发生的时候，这时候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这时候变成 to have 加 PP，OK，这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看一下例子哦，他说啊。People say that the old lady was wealthy before。所以人们说啊，说什么？这一个
老妇人呢，她以前很有钱，所以以前很有钱的这一件事情是比传说还要早发生。所以呢，当它变成第一个是用是虚主词 ，It is said that the old lady was wealthy before。现在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特别注意，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你的 to 后面的动词必须变成 have 加 PP， 因为老妇人有钱是比传闻还要早发生。OK， 所以这时候变成主词强调，就变成 the old lady is say to have 加 PP have been wealthy before。OK， 就变成这样。好，所以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当你呢虚主词 it 后面的 that 所加的子句，这个子句呢，它的动作如果比说传说还要早发生的时候，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必须是 to have 加 PP。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此呢，它就变成我们本课的句型哦。好，你看等一下本课的句型 ，it is said believe reported that 主词。后面加上现在式动词或者是过去式动词，这时候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主词 is say believe reported to have，OK、okay? to，OK、okay? 加上原形动词。但是如果你是用过去式的时候，你的过去式的动作比传说还要早发生，这个时候呢，你变成主词强调就变成 to have 加 PP。OK， 好，我们看一下例子哦。他说 ，At this point, it is said that the star became a black hole。所以呢，以这个观点呢，谣传说啊，据说啊，星星呢已经变成一个黑洞。所以这里你看到是星星变成黑洞，比据说还要早发生。这个时候呢，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 ，the star 主词强调的时候，就变成 At this point, the star is said to have become。OK， 就变成这样。好，再来第二句 ，It's believed that black holes are the most bizarre object in the universe。所以呢，讲到说黑洞呢是整个宇宙当中最闪亮的 OK 一个物体。OK， 那这边你看到 are 是一个现在式的概念，所以当你变成主词强调，就是土动词就可以了。所以 black holes are believed to be OK， 所以主词强调 OK 变成，因为它是现在式，所以是土动词就可以了。所以呢，请同学比较一下，当你用虚主词的概念的时候 ，that 后面的主要子句如果是现在式，变成主词强调土动词；如果 that 后面所加的句子是一个过去式，而且这个过去式的动作比传说还要早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主词强调就变成 to have 加 PP。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来，立刻马上呢，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哦。我们 exercise A， 他说啊 ，It is said that EQ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Q。所以这边据说啊，我们 EQ 情绪智商啊 ，OK，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Q， 比智商还要来的重要。所以这边你看到是it 虚主词、真主词 that 后面加上子句，它的动词是一个现在式，所以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就用 to 动词就可以了。所以 EQ is said to be more important。Then IQ 没问题。好，那第二句呢 ？It is said that lung cancer has a lot to do with smoking。所以这边你看到一个片语 has a lot to do with， has a lot to do with 与点点点非常有关。所以讲说啊，据说啊，谣传啊，相信啊，我们的肺癌呢跟抽烟是有很大的关联性。在你们看到 has 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所以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就变成 lung cancer。Is believed to have a lot to do with smoking， 这边这样。好，那第三句呢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company lost money last year，
再一份同学，你看到 lost money, lose, lost, lost, 所以这边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所以呢，谣传啊，这个公司呢，去年呢，它损失了，亏损了很多钱，所以亏损很多钱要先发生，比谣传还要早发生，所以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比过去好早发生。所以当你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必须用是 to, have 加 PP, OK? 所以这句子主词强调 the company is reported to have, 所以呢损失的三态 lose, lost, lost, lost money last year。 好，再来第四句，第四句 it is said that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e earth was flat, 他说谣传啊，古代的人啊相信呢地球是平的， OK, 那当然谣传据说啊 ,OK, 所以地球人相就是古代人相信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当然是比较早发生 ,OK, 所以当然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别忘记了变成 to have 加 PP, 所以 the ancient, 所以 the ancients is,OK,、okay, 所以注意你要动注意一下你的主词的三态哦 ,the ancients are say to,OK, 因为 ancient 是复数 ,OK, 所以你 be 动词必须要做变化。The ancients are said to have believed the earth was flat. OK, 就变成这样。好，那退回去。It is said that half of the class,fail geography last semester, 所以据说啊上学期呢有一半的同学呢地理是不及格的， OK, 所以看到 fail 是一个过去式，那当然变成主词强调的时候要怎么改，变成 to have 加什么加 PP 咯，所以呢 half of the class 有一半的同学 OK are say to, OK, 所以据说是怎么样 are say to have failed geography last semester, OK, 就变成这样。好，那这文法就到这边为止。